孔总去哪了？孔总、哎、在哪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孔总怎么跑了？他为什么跑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不知道哎，看到你们孔总吗？我的天哪！突然间下雨了，盖跑人了！我的天哪！啊，孔总在那！哎，给个特写，孔总在那里。你躲那干嘛？快点过来，孔总，乖，来，举个手，孔总举个手，孔总过来，来，孔总过来，来。哎呀，躲到那么后面去干嘛呢？生怕我问他要买云南牙膏吗？他说他明天跟集团交不了差了。云南牙百药牙膏 不给我们上了吗？我们上架一分钟抢了16000单，他不给我们上了吗？他就是这个想法，刚才把架子都拆了，但是不可能，我觉得。来，我先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。我先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还要云南牙白药牙膏吗？还是要这个艾灸贴？啊，这个好暖哦，这个。等一下，早点赏给粉丝，快点快点。赏给粉丝。干嘛呢？你跑啥呢呢？生怕我找你问白药牙膏呢？有点。我不怕淋雨，没事。来，你们想要云南白药牙膏，还是想要这个刚刚这个艾草贴？你们想要艾草贴还是云南白药牙膏？100多种产品，没事。100多种产品。100多种产品。OK， 都要牙膏。刚刚那个牙膏一下卖了16000单。对的。还要牙膏的，我先。多快？你不想说，还躲起来，真的是30多块钱一支的云南白药。我已经有点交代不了。我再跟大家说一下，100克跟超市是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，一个品种啊，好不好？肯定一模一样。我们而且是期内发货，没有假货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接快速上完，我不默契，好不好？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三支、四支、四支、四支就100、160、160袋子，加一袋，加一个那个购物袋啊，四支。来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旅行装、洗发水和沐浴露，洗发水、沐浴露，还有4把牙刷，4把牙刷。OK， 所有带走。还对，所有带走。289。啊，价值200多，289。来，咱们既然这样子，在我们直播间刚刚一下抢了16000单，我看看今天咱们凑个20000单吧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凑20000单，我不那个啥了，咱们就20000单。好，我不问你就忘了，不为难你，我来，我抵着啊，不说话，来，99，等下别人说唐毅一点都没礼貌啊，来，今天99，所有带走，你想一下，这个已经很划算了，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不止，来，咱们再加一支，哇，不够。再加一支，105看到，再加一支，再加一支，一共到手，哎呦，太多了，8支正装，4支牙膏、牙刷，再加2个购物袋，再加一个旅行装，是洗发水、沐浴露加我们的牙膏，养颜清的，一共到手17样，390，新鲜生产日期，7天无理由，3年保质期。抢吧，家人们！你比我还了解。99.3，快抢，快抢！来，就4000单。16000单的话，只有4000单了，我们就下一个上艾草贴了啊，好不好？你们在药店都可以看到艾草贴。来，今天你不想说话，我来说吧啊！我知道你不想说，但是我来说，我来说，今天这一款，你如果真的有点交代不了，你如果用过云南白药牙膏，你知道它好的话，你就直接下单就好了，因为这个在线下那是不可能。你之前跟我讲的时候没跟我讲这一套，来，我不管，你只跟我讲了另外一套，来，17样，老板，到手17样，17样，每一样到手平均5块钱，5块钱100克的云南白药牙膏，对，多少单了？告诉我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你们这叫乱七八糟了。还有1700单，1700单，来，好，1700单。大家看一下我们门店的价格，门店的价格27.3块，27.3块，看到没有？一支，27.3块一支啊，咱们就闭眼拍了，好不好？真划算。最后来，哎呀，就感觉好尬，为什么我卖的？你们在干嘛呢？不是，是因为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牙膏机制已经。点不动，那你问他呀，是不是？他说没了，没有了，4000单抢完。你这样，孔总，因为我们也是难得来一次昆明。不要了，你看看有没有没付款的，我们清本，我就下一个品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要没有付款的啊，好不好？看看有没有没付款的，我们清本就不麻烦你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来，我们今天最后清末库存，这个品就过了啊，好不好？来，8支正装的云南白药牙膏，是8支正装的不？啊，还有我们的4支这个牙刷，软毛的牙刷，4支。照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
没拍出来四支牙刷，然后再来一个旅行装，三样旅行装，是的，好不好？闭眼拍99块钱，全部带走，新鲜生产日期48小时，好吧？我们就新博库存就过了吧，好不好？才5块多钱。新博库存，你再这样子，我就再讲一下，等一下又出10000单，我就气死你。错了，再气死你，你再跟我这个样子，你跟我开心一点。开心，你要跟快点好好介绍，你不要。哎，欢迎来到七彩云南。不是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都不讲，你都不讲自己的产品，因为你不想讲吗？不是我不想讲，是因为，就是云南白药牙膏是我们中国人基本上都用过的牙膏，我不需要讲它有什么样的功能，别人都知道。我们讲多了。我家乐福、沃尔玛什么什么店没有？我什么店没有我的云南白药牙膏？啊，都有。还有570单，最后吧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八支，加3样旅行装，加4个牙刷，加2个购物袋，我们就过了，好不好？马上上这个艾草贴，还有300单。这个艾草贴最后300单，咱们自己拍，来过。是，到手时期间48小时之内全部发完。啊，给现场的朋友吧。我看到你真的是你不开心，我开心的。你换这个小姐姐来。我很开心。你不开心，换这个小姐姐。我现在直接送。姐，送什么？送我们家的防水贴。哦，这个好用，1盒里面100片。家家都知道，哦，因为它是那个创什么贴。创什么贴？对，就是那个创什么贴，大家都知道。哦，你们这个防水贴，而且你这个是透明的，对对，贴上去不会发白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创什么贴？你们要吗？创什么贴？100片的，一百片平时多少钱？平时39.99。39.99。对，咱们直接送吗？送免费不行啊，那如果免费的话，咱们再送一个两百，支持我唱歌，我支持两百个支持，来，那就咱们怎么样？嗯，你贴的那个膝盖贴好用吗？你是要送多少单？这个吗？送2000单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？因为这个只有2000单嘛，我不好白那个嘛，所以说我现在搭配你刚才贴在腿上的艾草贴，因为我看评论区要的人很多。艾草贴，这个也送吗？这个我平时药店39.9一盒的。39.9一盒里面多少片？里面12贴。哇，12贴！这个药店有的卖吗？有，这是今天药店现拍的价格，39.9。39.9，对 ，OK， 39.9，咱们这样一片啊，一盒里面有，你能戴上耳机吗？不然老是跟我撞上了这个话啊，来，咱们这个12贴，对，我平时都是5贴，它这个12贴，里面都是艾草精华，是不是？是艾草的，来，就是平时什么样的人可以用？就是经常低头玩手机，这里咔咔响，上楼梯，你那个地方咔咔响，这里咔咔响，然后我现在这里在发热，你知道吗？咔咔响的，发热，对。都可以，就是用，然后我们这个可以看是4个不同的部位，它是完全符合人体的那个关节设计的，就不容易翘边。哦，这个舒适，每个地方都是不同的这个款式啊，对吧？对，来这样子，就是有几个，这个有4个款式。对，来，你们能不说吗？你们不要说话，来，这一个是12片，39块钱，这是贴哪里的？腰膝盖的。贴膝盖。来，再来个颈椎的，12片。可以。再来一个肩周炎的12片。对。再来一个腰椎的12片，都是我们人体就是经常会酸痛的那4个部位啊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一共是12片加48片。48片。48片，这里价值多少钱？160。这里已经160了。160块钱。对。就是160块钱，今天多少钱？今天79.9，还加了这200片。哇，79.9加这200片的创什么贴？对对，哦，79.9，对对，这里总价值240啊。那好 ，OK， 这样子的话，咱们就这样啊。这药店都能卖的这个，我们今天4盒是48片还不够，我们今天在我的直播间，我一定要超值。来，我今天来到了云南，咱们在赶走你们在晃啥呢？晃啥？来，一盒再加一盒，一共到手8盒。8盒。价格呢？
你干嘛摇摆手啊，孔总，你过来，你站在这里。孔总，你过来，我后面，不要在那里摆啊。不是，我老板刚走，姐，我还想留下来好好工作。不说话，来，咱们这样子，就一共到手是八盒，是多少片？八盒一共就是96片，对，79.9块，对，到手76片。96片，再加200片的创什么贴？来，多少单？2000单。3、2、1，上架。小链接只有2000单。平时我们买这么一盒39块钱。对，平时我们是39块钱一个的，但是在今天直播间八盒还送了2盒的这个东西，一共10样东西只要79.9块。而且就是平时啊，如果是脖子咔咔咔、肩膀咔咔咔、腰咔咔咔的，然后都可以去用我们的这个东西。来吧，这个里面的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这个脚、腿、膝盖不是痛吗？这个膝盖，你看我刚刚跳了半天都没有掉。然后呢，它会发热，对，温温的。抢完了三，多少单？啊？这个东西真的好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直播间80000人，我相信很多人是给自己的父母买，还有我们家有一些就是年纪也是奶奶快退休的，他们也都需要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既然来了，咱不要小气，给他库存拉满，让他们拍1分钟，行不行？好，别说，好，孔总，你干啥呢，孔总？这个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呢，首先药店都有的卖，而且是官方旗舰店，是正品保证。云南白药的这个贴我就不多说了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，我再让他抢。保质期多久？我告诉大家，保质期是2年的。啊，我们新鲜生产日期。新鲜的，是新鲜的。啊，样品新鲜的生产日期。对，今年的保质期2年啊。对的。我来准备好，一贴一片要多久贴？一般是可以贴到6到8个小时。6到8个小时，来准备好，今天到手，我们今天呢是。八盒，一盒里面呢是12片，一共到手96片。今天还不够，咱们再加200片的创什么贴，云南白药的正品，准备好上架，上车一号链接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，对的。啊，哎，我家这里又热又凉，怎么回事？它就是让你有反应，帮助你把肌肉运动起来。太心动了，他们说，因为说实话，我们就是其实年轻人都是要用这种膏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儿子真的有时候他打篮球或者扭伤，他都要贴膏药，他知道。因为你有些人说只要这一个，你没办法保证你只要这个地方痛吧？像有时候我们脖子也会不舒服啊，闹疹的呀，或者什么样，是吧？有时候运动呢，什么酸痛啊，我们贴一片，年轻人也是需要的。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成分，它是以艾叶啊提取物，艾叶提取物，大家知道艾叶什么？我怎么讲品呢？你们讲。市面上的这个艾叶啊，看出来看不出来质量好坏的，我们家是已经是用艾叶的提取物了，就是质量会好一些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颈椎、肩周、膝盖、腰椎可以用。今天在一姐直播间是除了这几个的96贴加那个200贴，一共296贴。296贴，老板。296贴，其实保质期多久？再说一下，新鲜日期、保质期。新鲜日期、保质期2年，保质期2年是今年生产的，今年生产的。对对，是的，2年。对，怎么是两盒？不是两盒，八盒。8盒，一共8盒。一盒里面是12片，8盒是96片，96片，然后再有这个是家里面都需要的创什么贴，防水的那个创什么贴啊，好不好？200片，这个都是家家户户我觉得是必备的，必备。哪怕你现在不需要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家人啊，就是父母啊，可能需要啊，是不是？对，老年人也需要。有时候不小心那个啥备点在家里是没有错的，700单，经常低头玩手机，700单。好吧，咱们自己拍啊，好不好？八盒，哎呀，真的这个好有感觉，我的膝盖发热，会热热的，对，会热热的。来看一下，来，我来，你看啊，我这样跳啊，你看我这样跳，它是每个部位是不一样的，然后看看，来，我们跳完以后，你看一点都没有，很服帖的那种，就一点都不会翘起来。就有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个有时候去做什么运动啊，然后一跳下去翻起来了，很难受。这个贴的牢牢的啊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咱们自己拍吧，这家中必备的这种啊。是的是的。艾草贴。家中必备。8盒96片加200片创可贴啊，是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呢，
我上个福利品吧，给大家，好好好，你来上个福利品，来，这个我们家的凡士林，白凡士林，白凡士林，对，这白凡士林我觉得可以，它可以涂很多地方，就是你嘴巴干或者你哪里有纹纹的，对，眼角可以，还有脖子这里，脖子都可以涂的，对，都可以涂。这个白凡士林多少钱一片一盒？这个我们今天啊，就是要那个店里面那个美团过来的，看到了哈，很贵，多少钱？30.5。30.5一盒，对，这个30.5一盒啊，你看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改个福利品，很滋润，滑滑的，保湿效果好。哇，像涂了猪油一样亮亮的，看用在这个好润哦，就是其实夏天我们也是需要的，还有脚跟，好凉啊，这个好好润的那种啊。对对，白凡士林平时要30多块钱，今天多少钱？来，今天9.9一个，9.9一个，来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9.9不够，两个还不够，给力，三个，直接9.9，三个白凡士林，我跟你说。这个用处太大了，真的。对的，你放到家里备着，来，3、2、1，上架。上链接，来，所有家们9.9，今天到手发三个。对，三个白凡士林可以看涂到我们的这些地方啊，我们的嘴巴，然后经常擤鼻涕的那个鼻子的两边，然后身体干干的用一用。啊，对，我跟你说，什么时候用？譬如说你有时候感冒啊，感冒到鼻子这样省多了，干干的，你涂上这个是很舒服，它不会油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很轻薄的，不像有些那种就是厚厚的一层。润润的。哎呀，你们在干嘛呀？你快点补偿我，上不了，为什么？孔总的问题。为什么上不了？孔总都是你的问题。孔总，你这样玩是吧？这样玩的话，把牙膏拿来。牙膏给我拿来。对。牙膏给我拿来，直接给我拿来牙膏。上一波给他。真的，我就要诛你的心。来，对，拿牙膏给我，端上来。来，直接端上来牙膏。来，云南白药，我们大佬，可能你没有，你哎呦，上车啊，上不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家人们，我去处理，好吧？你去处理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把云南白药是没有这个，我是真的是有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链接出了什么问题，一定会给大家上，好不好？如果今天上不了，明天给你们抢购，行吗？来，准备好，你搞这个干嘛？来，今天云南白药牙膏，你上不了，我就上云南白药牙膏，来。一支平时39.9，今天4支不够，再加3支旅行装，再加4支牙刷，再加2个购物袋，咱们再加4支牙膏，8支牙膏。哇，今天99，准备好，一样只要5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超市正装100克的云南白药牙膏。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昆明。就是在昆明，然后就在我们云南，就是这次活动就是云南白药把我们请过来，对，然后不光啊，来给大家唱歌，等一下别说话，给大家唱歌，等我上了这个云南白药，你就不想让我上呗，我就要上，来，今天这个牙膏99，3、2、1，上架，来，小黄车一号链接，到手一共10项东西，你告诉我怎么回事？喜欢吃火锅冒菜，嘴里面有那个红红泡沫沫的那些宝宝们，去拍，来你。